蒸物降解塑料，成套设备合集，聚乳酸的生产过程无染，而且产品可以生物降解，实现在自然界的循环，因此是理想的绿色高分子材料。以木薯、玉米等农作物为原料，具有优异的生物降解性，废弃后能被土壤中微生物降解，对环境不产生污染。从管坯输入后到成品输出完全自动化，只需将人工将管坯放入料豆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。